个这样子可爱、真性情、喜欢拥抱大家的朋友。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吧。在这边，让我们欢迎的是永山汽车林志明总经理，有请林总。下午的时间到三点半，所以您可以讲一个小时，大家吃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就结束。感谢各位好朋友今天抽空来参加永山汽车十周年庆的午宴。那今天呢很特别，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好朋友，你们大家不需要拍照，不需要撰稿，更不需要整理资料，我们大家纯吃饭，纯聊天。希望这个午餐能带给各位是一个愉快的餐宴，也最后呢，也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林总。林总，你还欠我们45分钟，你才讲3分钟而已，这个由您来补吧。谢谢林总，谢谢林总。林总很可爱，他总是在任何的场合，我跟大家站在同一个位置，站同一阵线，在今年我有幸可以跟永山汽车有一些合作跟接触，包括了Bentayga 的试驾等等的。那我发现其实对于永山汽车，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感受到的气氛跟气息是，我看到的是它并不仅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超跑，拥有这些顶级的名车，而是希望它可以拥抱这个品牌。拥有跟拥抱是两回事，拥有是你家楼下停了6台永远停到没电，那叫拥有，拥抱是你真正的热爱这样的速度机器，热爱这一台汽车所带给你品牌后面的意义跟生活跟实质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发现真的很不一样，这群人都很热爱生命，包括的车友朋友们，来参加的媒体朋友们，气氛都不太相同。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制作一支影片，既然永山在台湾已经10年了，我想各位一定帮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忙啊，你懂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在10年之内，永山汽车跟各位到底留下了哪一些漂亮的成绩单，还有美丽的倩影呢？请看 VCR。
们人类因为拥有汽车，拥有美丽的人生，而永三因为拥有媒体朋友们，拥有这美丽的十年，再次给自己掌声鼓励，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永三汽车的行销部协理林耿宏林协理上来跟我们说几句话，有请 Jerry， 有请。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行销部的 Jerry。 我想在这边呢也非常开心能够代表行销部再次谢谢大家。我想永三汽车在今年来到十周年，我想这当中的一路上绝对拥有各位所有的媒体朋友们的支持跟热情。我想行销部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服务客人，而客人呢其实就像各位在座的贵宾，尤其对于我们行销部的公关团队来讲，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客人。我们怎么把客人照顾好，能够因为我们其实非常的幸运，我们在这十年当中陆续引进了包括 Aston Martin、 Bentley、 Bugatti 以及 McLaren 的品牌经营。我想如何能够把我们所理解的品牌精神，我们把我们热情跟对产品的理解传达给各位，让各位能够被我们所感染，这个想我这是我们行销部尤其是公关团队的一种成就。那也随着永三汽车这四个品牌持续的成长茁壮，除了谢谢大家之外呢，我想行销部的同仁也持续的成长与茁壮。我们在不同的品牌都有专属的行销公关团队在这边服务大家。那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想很重要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聆听顾客的声音，也就是在座各位媒体贵宾好朋友们的你们的批评指教。那我想这个批评指教呢，就从今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但是也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每一桌其实也有我们行销部专属品牌的公关团队一起来，在今天这个午宴上一起聆听各位的声音，欢迎各位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给我们一些指教批评，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成长茁壮。我们回顾过去十年有一个美好的成绩，谢谢各位陪我们穿梭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包括台湾各个角落，参与刚才大家所看到的一些不同的画面时光。那我想未来的日子里还需要各位大家的持续的支持与指教，我让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为各位来服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Jerry， 感谢。